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NYMC 纽约医疗中心项目推介会。呃，今天主要是由郭郭来负责介绍我们的项目。然、呃、今天开始吧。大家好，我是薇薇安郭，很高兴能在这儿给大家分享我们区中心的新的医疗中心项目啊，New York Medical Center 纽约医疗中心。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将由四个部分组成。 首先，第一部分呢，先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区中心的一个背景，然后第二部分呢，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医疗中心的一个自身情况，然后第三期呃第三部分呢，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医疗中心如何通过创造就业来保证咱们投资人能获得绿卡，最后一个部分呢，会再给大家详细的呃讲解一下说，在投资人的绿卡得到了保证之后，那投资人的资金是如何拿回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资金保障。 OK，呃，因为我们的整个的 PPT 的设计呢，最开始是为了面向直客使用的，就是今天参会的各位老师将来在谈客户的时候，是可以直接用我们的 PPT 给大家来介绍项目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 PPT 的呃设计呢，是写了非常多的细节，然后包括也加入了一些区域中心的一些基本的背景的介绍，包括里面的一些科普知识，那我在这里就不不展开讲了、啊。 来介绍一下我们区中心本身。<coughs> 我们区中心呢叫做 EB Five Cost to Cost，它呢是成立于二零一二年的。嗯，是一个由四十九个小型区域中心组成的大呃，就是区中心的一个集群。嗯，虽然有四十九个小型的区域中心组成啊，看上去数量比较多，但是嗯，就我们这个名字就叫 Cost to Cost 嘛，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几乎是覆盖了整个美国的全域所有的州。 但是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大的区域中心啊，因为可以看到，过去十二年的经营里面呢，其实我们只招收了五百名的投资人，啊、哦，这个数字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我们比较值得骄傲的呢，就是整个不管是五二六的获批还是八二九的获批情况，其实都是比较好的。那这十二年年里面，我们是没有没有投资人是被拒的。 然后我们的整个区域中心呢是分为两条产品线，第一条产品线呢是我们的小型的房地产的开发，另一条产品线呢就是我们的医疗中心项目的开发和呃运营。然后我们后面要介绍的这个 <coughs> 纽约医疗中心呢，就是整个医疗中心项目上面的一个产品。呃过去的十几年的经营里边吧，我们的区域中心是没有任何的诉讼和纠纷的，应该算是现在市面上。 嗯，没有没有没有历史包袱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下面呢是区域中心得到的一些杂志的认证啊，包括这个 I U S A 给我们颁发的一个八二九的奖。这个奖呢基本上每年都会获得，因为八二九每年呢都在陆续的获批。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区域中心过去十二年开发的一些项目啊。 啊、呃，我们区中心的老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所以他的房地产项目其实做的是比较多的，但是规模其实都不大。可以看到这里面最多的一个项目吧，也只招收了六十六个投资人。那后面的这个学生公寓这个翻新啊，只招收了十九个投资人，就更小了。这个和我们整个区域中心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和它的整体的调性是比较匹配的，因为我们是一个。 比较保守，偏向稳健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呃区中心，所以我们过去比较偏好的就是这些看上去比较有特色，然后规模比较小、比较成、比较容易成功交付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哦，嗯、呃，所以这个前面因为还是经营的时间比较久，开发的项目也比较多，我们在这里面呢就给大家列举了三个。如果是在场的老师没有兴趣呢，也可以去我们的官网看一下更多的案例。 然后这里面最重要要跟大家分享的吧，是我们右边的这个项目，叫 Westpass 系列。啊、Westpass 系列呢是我们的一个、呃，系列项目。它由四个独立的医疗类的区域中心组成嘛。它的呃主要的项目设置呢是翻新一个现有的建筑，把它翻新成为一个有二十几个床位的这样的一个呃戒瘾中心。我们就通通常意义上讲就是戒毒所。 然后每个单独的项目呢，会招收十个及以上的投资人，所以总共这个系列项目呢是收了四十个投资人，四十多个。<laughs> 然后我们项目的五二六已经全部都获批了，现在八二九呢正在陆续的批出来。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新法案下的项目啊，新法案下面，呃，这是两个我们医疗类的项目，左边的这个 Long p r a v r i e Recovery Center 是一个明尼苏达州的项目。 它呢是二零二二年开始招募的，也是翻新一个现有的酒店，然后以及酒店的两个配套建筑，把它呃重新的翻新成为一个拥有十二个床位的戒毒所。二四年的时候，这个项目已经投入使用了。一共呢是招募了十位投资人，创造了一百六十九个全职就业岗位。右边的这个是同年招募的另外一个东俄亥俄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部门的扩建，然后它呢。 嗯，也是二二年招募，然后招募了十个投资人。因为这个项目跟我们的这个纽约医疗中心很像啊，它所有招募的资金都是用于这个医院本体的翻新和扩建了，所以它的人均创造岗位是非常高的，人均创造了高达二十三个全职的就业岗位。啊、嗯，这个项目呢，二三年就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嗯。老师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给它的官网看一下，看一下它的实际的运营情况。 这三个前面的三个项目吧，都有一个这个加急成功的字样哈。这个就要给大家来，就引出了我们项目的一大卖点，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医疗类项目的一个移民的加急程序。其实不仅仅是对于 E B 五项目啊，就美国移民局对于所有的移民的申请，其实都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加急审批的情呃程序，然后。 加急的理由呢，一共是分为了四条，其实是五条。最后一条呢是移民局用来修正自己的错误。那符合这五条中的任何一条呢，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加急，加急审批。我们的这个项目呢是符合了咱们的第四条，就是它符合了政府的利益，涉及了公共利益和那个国家利益。那为什么说咱们的项目符合了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呢？这个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的一个国情 因为呃，老师们可能做做移民这个行业比较久也，也也对美国的国情是比较了解的。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呃药物成瘾、药物滥用以及毒品成瘾相对而言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我们不管从就是新闻联播也好啊，还有各种的社交媒介也好啊，都能听到说美国的政府，然后以及美国的多任总统吧，都发布过各种各样的政府令或者是总统令。 说明这个国家呢，因为医疗资源的一个紧缺呢，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包括我们这个项目的所有的投资人呢，天然就符合了咱们这个第四条，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这一条法条。那么我们的整体的项目都是可以做这个移民的加急申请的。嗯，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些实践下来吧，在新法案下，咱们医疗类项目，特别是成瘾治疗类项目的平均的五二六的审批周期呢，应该是五个月。 那我们市面上的大部分的项目的五二六的审核周期应该是在至少十二个月往上了，所以咱们的项目，呃，在审批五二六的审批这块，无形中就能为咱们的投资人节省大概六到七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审批的时间。那不仅仅是五二六这个审批本身啊，因为我们这个加急程序是针对移民申请上面的所有链条上的所有程序的。 啊，前面的包括我们项目本身的九五六 F 的申请，然后投资人自己的五二六 E 的申请，啊四八五的申请，工卡回美证的申请，甚至最后的八二九的申请，其实都可以做加急。来看一个实际案例，咱们的 S 先生呢，他的国籍是日本，是用呃 F 一的身份留在美国读研的，现在想通过一比五来获取美国的绿卡，继续留在美国。 来看一下他的时间线哈，二三年十二月，S 先生是启动了他的1:5的这个整个的项目，然后二四年的三月十二日，他是递交了自己的526的申请，呃，四月七号在移民局拿到了收件通知之后呢，就以这个国家紧急项目的为由呢，去给移民局调递,递交了一个加速的审批的申请，然后同年的八月九号，他的 526e 就获批了。 嗯，整个的五二六一获批的时间可以算一下，四四个月零两天。那这里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说后面所有的投资人都能像这个艾斯先生一样用四个月的时间就能批出来五二六亿，但是还是那个，根据前面的几个项目的经验吧，那我们平均的一个五二六的审核周期呢就是在五个月啊、嗯，因为这个。 移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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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申请吧，它 case by case，每一个 case 提交到移民局之后呢，嗯，都是由一个专门的移民官来从头跟到尾的。那只要是人操作的这些环节，它可能就会有一个邮件之间的沟通啊，或者是往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上面的不可控性。那么平均五个月的周期呢，应该也是现在市面上最短的一个审核周期了。 然后我们预计 S 先生吧，应该是在今年年底就能拿到他自己的，呃，临时绿卡了。OK，介绍完了区域中心的项目，呃，项呃区域中心的背景之后呢，再来讲一下我们这个项目本身。呃说到咱们的一比五项目呢，我们就不能把它单纯的当做一个商业项目来给大家介绍，就只关注它的投资和收益啊，因为、哦、投资一比五项目它是一个涉及到。 投呃移民法案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它是需要有呃移民方向的，就是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律师来给到我们整个项目从筹建到项目规划到项目设计上的一系列的建议的。嗯、呃，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跟投资人之间本身是借贷模型，但是怎么借贷、怎么借、怎么还能符合移民局的要求，能帮我们投资人拿到绿卡。 那中间的整个的法律文件应该怎么设置，怎么去书写，这些都是要一个律师、项目律师来给我们专业的指导。那项目律师本人的经验越越多，本人在这个移民项目上做的 case 越多，他能给到我们的帮助就越大。嗯、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呢，可能就能在项目的设计的初期，来给我们一些提前的做一些。 避坑的行为可以告诉我们说一些项目文件怎么准备，项目怎么设计能更符合移民局的要求。那所以可以看到呢，由此可见，一个资深的项目律师其实对我们整个的 EB 五的项目的完成是非常重要、至关重要的。那么在这里，我就要再给大家，嗯，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这一位移民律师啊，就很荣幸的介绍这一位移民律师叫 Rani 先生。 就是右面的这位老先生，嗯、呃、，Rani 先生呢，是一位有超过四十五经验、四十五年经验的一位行业资深的老律师。可能今天有老师是十几年前入行的呢，应该在过去更早的时候看到过他更年轻的一些照片啊。嗯、呃，他应该是我们业界的一位资深的泰斗级人物了。 过去由他参与并且操盘过的那个区中心项目呢，已经超过了四百五十个，所以是业界的一位老行尊老法师了。能请到 Runny 先生担任我们的项目律师，本身是我们这个项目也非常的幸运。然后另一方面嘛，也能证明我们这个项目设计其实 Runny 先生是比较认可的。因为未来的呃项目项目运营的这些年里呢，Runny 先生将代表我们整个项目。 去和那个呃美国移民局去做相应的沟通，如果有任何的纠纷产生呢 r o n n i e 先生将代表我们和我们的美国公司一起去跟移民呃去跟移民局做 argue，所以呢，有他在呢，啊、呃，我们整个项目，我们的整个项目组其实是觉得非常安心的。 未来如果有投资人是需要做加急，就是整个项目的加急审批的，那 Runny 先生也会配合我们的投资人去出具整个的加急文件的那个准备。然后，呃，下面呢讲完了咱们的项目律师之后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位置了。我们的项目位置呢是在那个纽约州的欧文市。 啊，是在美加交界的地方，它的对面呢就是比较有名的水牛城。然后，我们项目的原址呢叫做纽约湖畔中心，它呢隶属于一个呃比较知名的美国的一个医疗集团啊，叫 TLC。 然后这个 TLC 的医疗集团呢，是在离我们项目这个原址大概五十公里的地方，两千二二零二零年的时候重新新建了一个大型的综合的医疗医疗中心，一个综合医院啊。然后我们原来的这个小小医院呢，就慢慢的被闲置了下来。我们的区中心呢，是今年年头的时候把这个湖畔医院呢整体的打包了下，整体打包的买了下来。 然后呢，预计是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对整个医院进行一个翻新，把它翻建成为一个拥有一百八十个床位，然后，呃，能够去收治一些成呃药物成瘾比较严重，包括毒瘾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为他们提供就是身心的一个康复治疗，包括后面的成瘾的这个阶段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呃阶段中心，整个项目的。 呃，投入大概是在四千万美金，然后其中呢会，呃，收吸呃吸收大概三十名投资人，然后招招募三十个投资人去，呃，一共是收投资人吸收投资人的两千四百万美金。OK，然后呢，呃，讲完了我们的区的呃。 医疗中心的位置之后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运营的团队哈。我们的运营团队呢是由医疗行业的两位资深的人士组成的。嗯、呃，我们的 CEO 呢叫 Mani n 先生，他有嗯比较多的这一些认证啊，包括这个 BLS、呃、嗯 ACLS 这些就是专业上面的认证，是一位专业医生。但是他最大的成就其实不是在那个。 就是这些认证上面，而是他在整个医药医院的运营和管理上面，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亮眼的成绩的。然后，呃，他将作为整个医院的那个首席执行官，负责整个医院的一些行政管理。那技术上面呢，主要是仰仗于后边这位 a b a s i 医生。a b a s i 医生是我们医院的医疗总监，他从零三年开始就担任了这个 c h a t、ok、a u 医院的药物成瘾科的主任。 然后，零七年呢，又兼任了美国 Jamesston 医院的呃成瘾的主任，以及伊利诺伊州的精神病学的这样的一个主任的角色。所以，在他从业的二十几年的经验，从业生涯里呢，他都是作为成瘾治疗以及精神科的一位资深的医生，始终活跃在那个医疗诊断的前沿的。那我们的整个的医院呢，就是由这两位资深医生来提供战略指导和技术指导。 啊，uh, 介绍完了我们的这个领导团队之后呢，因为整个医院的运营嘛，不可能只有一个大脑没有、没有、没有干活的人。因为我们的区域中心之前已经运营过七八个成功的案例了，所以其实对整个医院的运营呢，我们是有一个系统的方案供应商，叫 Ascension Recovery Service 这一家那个方案运营商，啊，它是会提供整个医院的。 从内部的装修、装潢的方案，然后到设备的升级，到后期医生和护士的招聘，然后包括后面那个处方药以及非处方药的供应商的选择，这一系列所有的落地的这一些呃医院的日常的运营，都会提供一个成套的解决方案，可以算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大管家，提供一个交钥匙工程。 那么从医院二零二六年开始运行开始呢，他就会负责整个医院的硬件、软件，包括日常的所有的运营工作。以上呢是咱们医院的一个运营团队和那个管理团队。下面来看一下咱们项目自身的一个情况。嗯，我们的纽约医疗中心的整体占地面积是十二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呢是一万五千平方米。 它是一个比较完备的一个中中型、中小型医院，呃，包括门诊啊、住院啊，然后诊疗中心啊、康复中心啊这些，呃，都是比较完备的。刚才开头的时候也给大家看了我们的视频，嗯、呃。其实它自己的内部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外部的情况，其实都是比较良好的。因为咱们这个原址湖畔中心的最近一次装潢，大概是在一三年的时候。 然后整个的这个医院呢，嗯，它的占地有十二万平方米，但其实是整个的建筑只占其中的比较小的一块儿啊，剩下有大概一半以上的面积吧，现在还是一个就是原始的土地的状态。那未来可能会有新建二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但目前还没有提上日程。好、啊，看一下这个医院的外部的一些照片，包括它的一些内部的照片啊。 内部的设施还是比较新的，所以我们的整体的翻新的工作呢，只需要把一些呃有问题的老旧的一些病房做一些升级和改造，然后包括做一些设备的升级，我们的整个的医院就可以投入使用了。那、no. OK，看一下我们整个项目翻新的呃时间线以及整个的项目预算，咱们的项目会分为两期。 第一期是由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底，二五年年底完成啊，将完成整个医院的一个改建，然后会提供大概一百个床位，整个的一期的项目预算呢是两千五百万美金，这个数字比较重要，后面会再次提及啊、哦，大家可以重点记一下。然后第二阶段呢是从二二年呃二六年的年头一直到二六年的六月份，将。 再开出八十个床位就完成整个医院的升级改造，这个部分的预算是一千四百万美金，偷偷的预算呢是四千万美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老师会问说，那你整个一个四千万美金的翻新项目嘛又不大，为什么还要分成两批？那在这儿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背后的真实信息啊，因为我们纽约医疗中心其实本身并没有作为一个一比五项目。 来开发设计，它本身的医院是想自己来完成这个自主开发的，所以，呃，原计划呢是用自有的资金以及一些银行贷款来完成一期的建设，然后通过一期建设完的这个一百个床位呢，经营个两三年之后，去累积一些中间的利润，然后再去完成二期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那我们一比五的资金进入之后呢，会加速它的整个的资金链的流转，嗯、呃，也会让整个项目周期有大幅的缩短。看一下它的资金结构，嗯、呃，六百万的呃银行贷款，然后自有资金呢是一千万，一比五的投资额呢大概是在两千四百万左右。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投资人会来问了，说。 你的一比五的资金占比这么高，两千四百万超过百分之将近百分之六十了吧？那如果你的一比五的整个的招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没招满呀、啊，或者招募的时间线过长啊，那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项目的开工，影响我拿到绿卡？那这里呢，其实就要说回咱们项目这个当初的设计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最开始并没有作为一比五去。 设计它的整体的项目的进程，所以其实现在我们 AYMC 项目的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了。因为在做一比五的融资模型之前，我们已经获得了美国的两个商业银行一共两千万美金的一个授信，然后结合咱们自有的这个一千万美金的原始资金，哈，即便说一个最极端的情况，我们没有招到任何一个投资人，一比五的席位一个也没有卖出去，那我们还是可以。 按照原计划，在今年年底开工的，有足够的资金能保证第一期一百个床位的建设。Okay. 那说到这儿，投资人呃，可能项目见的比较多的投资人又会问了：那我我接受你这个投资人能招满。那即便在投资人都能招满的情况下，因为你前面有银行贷款嘛，那我们的那个还款顺位是不是就不是第一顺位，变成第二顺位了？那未来一旦这个。 项目出现了一些风险啊，或者运营上的问题，要做清算了，那是不是我们就要排在银行后面，要先还了银行钱之后，才能轮到还我们投资人的钱？那我们投资人的保障又在哪里？那这里呢，也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利好：我们纽约医疗中心项目，其实在二零二六年开业之后，就将获得联邦政府的两笔针对药物成瘾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补助，每笔两百五十万元。 一共是五百万，五百万美金。这个是一个直接的政府的补助，它不是银行的贷款，也不是政府的贷款，是不用还的。那医院本身呢，是希望把这两笔两百五十万，共计五百万美金，一起结合当年的一些利润呢，去给银行做一个提前还款。啊、嗯，因为虽然美国现在是降息了，但是贷款的利率也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他是希望能提前还款来降低一些金融的成本的。 那么，当我们的项目二七年开始做还款的时候呢，一比五投资人将会是咱们项目唯一的债权人，所以也解决了这个还款顺位的问题。嗯、呃，咱们这个项目因为是嗯、呃、医院项目，是涉及到公众利益的，所以呢获得了比较多的政府的支持。除了前面说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补助之外哈，呃现。 这这一位呢，是现任的美国、呃、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州议员，他本人就是我们医院所在地这个查托夸郡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自己呢，在咱们查托夸郡的地方政府呢，其实是担任过很多年的行政职务的，包括这个郡的郡长，他也是担任过的。他自己家离咱们这个呃医院医院的地址吧，大概只有两两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所以他本人对咱们医院的项目以及，嗯、呃，对整个的这个呃位置吧，医院的位置都是特别熟悉的。右面呢是他给我们医院项目写的一个支持信，他表示呢，医院开业之后，呃两千二零二六年开业之后，每年将会给医院一个一百万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免税额度，并且在所有的呃相关事宜的。 审批上呢，都会做一个加急处理，来确保咱们医院是能够快速的推进的。后面是当地的一些媒体的报道。然后讲完了医院的自身的一些情况之后，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如何通过医疗中心项目来创造就业，保证我们投资人能拿到绿卡的。这个移民局对于绿卡的这样的一个法条，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然后我们项目的这个经济学报告的供应商也不展开讲了，一比五项目里的老面孔，大家肯定都见过。那么、个、根据我们这个经济学报告计算出来，我们的整个医院项目将创造的就业呢是六百九十九个直接就业，呃，将会创造出来六百九十九个全职就业岗位。然后我们使用的经济学报告的模型呢是 InPlan 模型。 InPlan 模型呢，和 r a m s 2模型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计算出来的这个就业岗位是比较少的，因为它使用的逻辑是更谨慎的。所以呢，这个也符合我们区中心的一贯的风格，我们是更偏向于这些，呃比较保守的方案的。 为了避免日后和移民局有拉扯有 argue，所以我们去愿意舍弃一些用工，然后选择一个更为保守谨慎的这样的一个呃就业模型。哪怕是用咱们这个嗯相对保守的模型计算出来的整体的用工数字呢，也是在六百九十九个全职岗位。那么分配给我们三十个投资人，人均呢就有二十三个就业，是远远高于移民法规定的十个就业的。 所以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拥有超高就业的一个绿卡，非常稳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类的投资移民项目。那绿卡稳了之后，最后呢，就投资人的关注的焦点肯定就会想到，就他的钱，我怎么拿回我的钱？我的资金的保障在哪里？那最后，我们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退出机制啊。前面这些也是对 C 端客户的。 主要还是分享一些，呃，美国当地的一些实际的社会问题，包括药物滥用啊，包括成瘾，情况比较严重。总而言之呢，美国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药物滥用、成瘾，呃，包括毒瘾都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国情。 所以，哪怕是在咱们这个医疗中心所在的这个查托夸郡，这个郡本身哈、啊，每年因为药物成瘾以及为了做毒瘾阶段治疗去医院寻求，呃治疗的这些病患的数量，其实都是在快速增加的。但是与此相对的是，我们的州郡政府能够为这些患者提供的医疗机构，包括医院啊，包括那个。 治疗中心啊，包括能给他们提供的床位啊，都是远远不足的。我觉得这个对咱们中国投资人来讲吧，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就我们基本上所有人都生活在医疗资源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里啊，只不过是没想到就美国可能也是这样，因为呃，整个的医疗行业吧，它的准入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那一个医院。 从立项到审批能拿到 license，其实它的整个的周期会非常长，没有个几年，这个项目是走不下来的。那即便拿到 license 可以营业了，他要去招募一一组，呃，非常专业的医生和运营团队。所以整个项目的，呃，整个医院的成立吧，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这也造成了这个医患关系，又或者是医疗资源永远是供应不足的。那么在 呃，由此可见呢，整个我们的这个项目在美国当地的市场前景其实是非常可观的。然后根据咱们的医院的呃，一共能提供一百八十个床位，按照每个床位每天收费一千美金来计算，其实我们这个医院的整体收益是比较高的。 这个一千美金呢，是一个当地的行业的平均的收费标准，不高也不低，就是一个平均值。那我们的月收入呢，大概就有一个每张床位啊，就高达了三万美金往上。了。所以因为这个比较高的收益，那我们就引出了我们项目的另外一个嗯、呃、重要的卖点啊，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会设置提前还款。呃，怎么来提前还款呢？看一下我们的退休呃退出机制。 当我们的投资人的投资款到账满两年之后呢，我们的每个投资人每个季度就会收到五万美金的一个提前还款，然后一共会分十六个季度，历时四年完成。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投资人是二五年的一月投资款释放到位，那那么二七年的三月他就能收到第一笔五万美金的还款，三零年吧，第四季度就能收完全部的八十万美金的还款。 这个就是我们的退出机制和我们的提前还款的一个计划。那说到这里呢，就要说一下我们的抵押物了。我们的抵押物呢，一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医院所在的土地以及上面的建筑，这个整体的估值呢就是在这里，大概三千两百万美金啊。然后这一个部分是没有任何贷款的，将我们或呃投资人将作为第一顺位。 网款呃将作为唯一的那个，我们投资人在这里是第一顺位啊，就土地和上面的医院是完整的抵押给我们的那个投资人的。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医院的整体的一个呃商业体，然后这个部分的估值大概是在六千万美金啊，因为。 前面还有一个那个六百万的银行贷款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投资人是第二顺位。但因为前面也说了，我们大概在二六年的时候就会把这块儿提前还完，所以等到二七年的时候，我们也将是这一部分的哦唯一的债权人。那么我们医院项目将把土地，呃上面的建筑以及我们医院的整体这个 total 全部都作为抵押物抵押给我们的投资人，总体的抵押价值应该是超过九千万美金的。 然后呢，嗯、呃，这个是美国当地的一个地产评估报告啊。这个评估报告是现在市面上的一个匹兹堡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医院项目，它呢是一个八十个床位的更小的一个医院啊，土地面积也更小。现在的售价呢是一千七百万美金，所以我们这个三千、呃，呃三千一百万美金的估值呢是比较符合市场的一个平均水平的。最后，前面说了提前还款。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从数据从我们的损益表上是如何支持我们的投资人能够，啊、呃、每个季度拿到他的提前还款的。来看一下损益表第一列，二零二六年，二零二六年呢，作为呃医院正式运营的第一年，我们将提供一百个床位，按照百分之八十的这样的一个满床率来计算啊，这个是呃远低于当当地同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满床率的。那我们第一年的收入呢？ 就应该已经达到了三千一百万美金，去掉运营成本啊，包括里面的员工工资啊，然后整体的这些营销宣传这些，然后日常的这些设备的呃运维，后面的利润呢也已经达到了六百九十万美金啊，是完全足够覆盖第二年的全部的还款,款额的。那等到第二年，全部一百八十个。 床为全部都投入运营之后呢，当年的利润就已经能达到了一千五百万美金，是远远高于这个六百万的投资额的。这也是为什么医院项目呢，是希望给我们投资人做一个提前还款。啊、哦，然后讲到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展开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季度的去给我们的投资人做还款？因为美国的税它虽然是一年一申报，但是呢，它是按季度去清算的。 所以我们在每个季度，如果是能给投资人做一个提前还款的话呢，就会把我们的收入降低、利润降低。这样的话呢，医院本身呢是可以减轻一个非常大的税负的，所以才会有这个提前还款的方案啊做出来。然后最后啊，来到我们的总结。首先，在绿卡保障上面呢，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一个人均就业创造达到百分之呃达到二十三点三这样一个。 全职就业的一比五投资项目，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整个的区域中心在过去十几年的运营里是没有任何诉讼和纠纷的。在审批环节上呢，我们这个项目在投资人的任何的一个移民申请的环节里都可以申请做相应的加急，能够提前获得的绿卡以及其他的一些呃申请成果。 然后在退出机制上面呢，我们这个项目满两年就可以做提前还款。最后在资金保障上，我们有一个超过融资金额四倍的抵押物，并且投资人是我们整个还款的第一还款顺位。一句话总结啊，就是我们是一个有超高就业的绿卡保障，能加速审批，能提前还款，有。 超高价值这个抵押物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类的一比五投资项目。最后呢，在这里跟呃把我们整个项目的要点做了一个摘要，然后跟各位老师分享。因为今天的整体的分享比较长，啊、呃，就是大概已经讲了呃四十快四十分钟了，所以里面有一些要点可能老师们。 会听的不是那么清楚，那么我们把所有的要点做了一个摘要，放在最后。因为今天在线的人数也比较多哈，所以我们就不做一个线上的问答了。如果老师们有一些问题，包括对项目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可以联系自己的那个渠道总监。我们会会后会有专门的老师来针对大家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讲解。OK，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到场。 嗯，视频。